尊敬的战友们好，这是117呀，1月17号，2023年，哎呀，母该仔了，想你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我们感谢台湾的兄弟姐妹们啊，昨天晚上你们的大事件啊，帮了我大忙啊，帮了我大忙，给新中国联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昨天我们南部的、东部的啊，台湾的战友，在我紧急时刻，我说需要你们给我提供一些重要情况啊，结果这战友们迅速行动啊，2小时啊，全部来了。这为我们接下来啊3月初在台湾的行动奠下了坚定的基础。然后等到4、5月份的时候啊。然后呢，大飞机夸夸夸夸夸夸飞到台湾的时候，你看看啊，共产党他就歇菜了啊。到那儿我再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啊，3、4、5，3个月啊，然后有像 Nancy Pelosi 类似这样行动的3倍行动，啪，看你咋弄啊，看你咋弄，老杂毛们，你走着看啊。大家另外一个，大家记住啊，上这个盖特上把这个麦肯锡议长的多给点赞、转发啊，他77万的粉丝啊，在盖特啊，超级牛啊，他就在那块儿每天啊都说话，咱战友们咋就不勤劳点呢？据说啊，这个上个星期五啊，中共是内部在玉泉山开会啊。习太阳又发怒啦，又发怒啦啊！就是为什么啊？美国人要把中国和中共分开，这次不是搞定了吗？怎么又出事儿了呢？都是郭文贵和新中国联邦干的，你能咋的？啊，没有人相信。我们爆料革命战友也特别爱忘记，不要老觉得说人家国内爱忘记了你不爱忘记，也特别爱忘记。有几个人还记得？最近很多战友给我发信，七哥，你最大的功劳就是我们。我说是，咱能说啥呢？是吧？七哥能说啥呢？我有1万个口味蒸不过这么多战友啊，是吧？你们忘了啊？太多了。没有海航事件，中国内部都认为王岐山是神，是神呐，他不是鬼子六啊，他是佛祖。我们把佛祖变成了魔鬼鬼子六啊。更重要的事情是啥，兄弟姐妹们啊？就我说的，把中国和中共分开。要不是这个，在海外的人，你的孩子和你那危了。太多了，所以中共上星期五疯了一样，听说疯了一样啊！这是意味着什么？干涉内政。啥叫干涉内政？我已经说过了吧？干涉内政就是可以把你的政权合法推翻。啊，Nancy Pelosi 到台湾那叫什么？干涉内政啊！违反了上海5个公报啊！你咋的呀？你有啥本事？你来啊！啊，更重要的。在星期五，有人竟然在会上直接告诉习太阳，做好普京被做掉和瞬间前苏联发生那一幕，在苏联。啊，听说习太阳又拍桌子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说我吗？你是在说中共你穷凶极恶很没用。啊。但是这个常委敢这么说，还挺牛叉的，是吧？听说是刚刚啊，这个是到北方密访了一圈回来，但是最后听说又跟习单独他俩又谈了一下，我估计习说那都走了，咱俩谈谈你咋回事啊？大家记住，对中共全世界的共识是推翻你。消灭你，这已经不是干涉内政了，是拯救中国人民，啊，这个共识已经有了。哎呦我的娘嘞！抱歉，这个共识已经有了，
谁干的？是我们新中国联邦干的。你是中国十四亿人民的奴隶主，你必须被消灭。啊，而且消灭你不是干涉内政，而且世界不再考虑联合国宪章和大家所有达成的默契，因为你违反了宣讲大屠杀，干涉别国内政，啊，你却不让别人干涉你控制颠覆甚至美国的大选，是吧？这叫不干涉内政吗？各国之间都知道借给人家钱就要指定别人当总统，啊，压迫压榨，啊，各国人民，掠夺人家的财富，让人家成为贫穷的无法承担的债务国。这不是干涉内政吗？对吧？对台湾、对香港等等等等的，包括对我们新中国联邦，对吧？另外一个，台湾事务不是你内部事务，这是国际事务，全人类的事务。啊，你不服，你不服，不服就揍。啊，你有本事你来。还有，台湾事务如果不是全世界事务，就变成第二个乌克兰。乌克兰和台湾什么有主权不同的问题，那放屁。台湾人民某种特别程度上，哪天我要讲讲，比乌克兰还重要。乌克兰曾经属于苏联那部分，台湾在历史啊六千年前良渚文化啊，包括上海的马桥文化，台湾一都是独立的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去好好去查一查。而且台湾的种族啊，台湾的整个地理位置，在历史上不是共产党说的，一直以来，一直你大爷，一直以来中国就没有共产党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土地，放狗屁！你共产党在哪儿呢？在你娘胎里边呢，在你娘的痔疮里边呢，是吧？这帮是谎言家啊！最重要的问题，决策权要给中国，给台湾，而不是你共产党，那就是让他独立。乌克兰跟台湾这么两回事儿，你让普京打乌克兰，就已经戳破了所有的全世界遵守的规则，谁还遵守规则？接下来啊，马上啊，新中国联邦将安排一系列的在台湾周围的活动，特别是日本，我也告诉大家，我们会让日本政府别无选择的站在第一线。消灭你中国共产党，你不信咱走着看。如果共产党你有一点尿性，你就知道啊，当年郭沫若在日本布下的局是什么，你懂的。还有，我们可以把你所有的钱，你现在把马化腾、把马云、徐家印王八蛋啥都没有了，肯定现在已经对徐家印已经确定的是全部收缴，直接扔监狱。300多个房地产商限制全部家人出境，所有资产没收，全部软禁，到最后入监狱。马云一定要干掉马云，认为马云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威胁。马化腾收完钱一定要他的命，你们就别操他的心了，是吧？还操他的心？那这种情况下啊，我们负责啊，把最好的钱折善固执的好人。折善固执好人的钱到新中国联邦来，啪，信不信走着看，神仙养不仙大仙，走着看。